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，看到美国总统拜登伊出席空军官校毕业典礼时阵，伫舞台顶悬跋倒，白宫表示讲台顶有一个乌色沙包，拜登是无注意才去见跋倒，目前身体是无问题。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参加科罗拉多州美国空军官校毕业典礼，伫发表演讲时阵讲，美国未想要甲中国冲突对抗，是要伫咧会当合作的所在合作。From growing instability to food insecurity to natural disasters, all of which are being made worse by the existential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. 就伫拜登演讲时，外星要落台时阵，脚步踏无好势，规人摔伫咧涂骹，边仔的空军军官还佫有特困人员赶紧甲伊擦起来。拜登也伸手比涂骹的沙包。好佳哉，坐空军一号登来华府的时阵，拜登行路时阵看起来佫正正常。最近不是拜登第一遍在公开场合跋倒，包括2021年3月在亚特兰大，要去的空军一号时阵，在爬楼梯时阵连续跋三遍，去年6月骑脚踏车时阵也跋倒，今年2月在波兰，拜登要去的空军一号时阵，又搁在爬楼梯时阵跋倒，今年5月参加日本广岛 G7 峰会，在岩岛神社落楼梯时阵，脚步踏无好势，好佳哉回程台脚步骑在无跋倒。拜登今年已经80岁，是美国史上年纪上大的现任总统。美国前总统川普正伫咧爱荷华州为共和党嘅初选邮票，听讲拜登又搁跋倒嘅消息，因家己当年演讲了差一点仔跋倒嘅经历，叫拜登爱较细腻咧。I hope he wasn't hurt, but it's the whole thing is look, the whole thing is crazy. You got to be careful about that.刚刚在爱荷华州开始竞选活动的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提斯，希望拜登会让队伍可能遭受的任何伤病当中赶紧恢复，也搁正口说讲，也希望美国赶紧对拜登创共政策所受的伤害恢复回来。公司新闻，张伟林编辑。